别，当你一句谢还要为你当牛做马，我宁愿你不谢我。长公主一行人明日启程，我会让锦衣卫跟着，明日晚上行动。陆毅掂了掂手里的证据，转头看向金夏，你在这里等着。金夏略一沉吟，点头，行，我在这里等着大人，若是大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便让人回来找我。听话。陆毅又看向叶清风，你带着人看好金凤，不要让他们出来捣乱，我此番会趁机拿下许言玉，你也可以趁机收拢暗夜的人。陆毅布置完之后，与金夏说一声便出门。许言玉的事情，他总觉得不放心。金夏见陆毅出了门，便去找淼淼与平儿两个人。金夏，你怎么过来了？陆毅这两日一直在别院，淼淼现在已经对陆毅没有任何兴趣，自然不会不识相的去打扰。而平儿经过这几天的修养，已经活蹦乱跳的。见金夏过来，眼睛一亮，哎，我这几日正想找你呢。金夏上下打量了一下平儿，见她面色红润，喊她的时候中气十足，放下心来。若是平儿有什么事情，她该内疚死了。不过也给的药倒是好用。平儿可不管金夏心里想的是什么，当下拽着她坐下。那个陆毅是你男人？金夏窘了一下，心里有不好的预感，上次这个你男人还是淼淼说的，说完之后便遇见这么多的事情。他是我相公，你想干什么？金夏一脸警惕，这人该不会是打陆毅的主意吧？果然，平儿下一句话差点没让金夏被自己的口水呛到。那我去你家做妾吧，我也挺喜欢你的，而且你这人心肠不坏，我也保证会听你的，怎么样？哈哈。金夏被平儿彪悍认知又上了一层，嗨了两声，瞪着平儿，我家大人的主意你就别打了，大人是我一个人的，你想都别想。我这也是好意，男人哪有不偷腥的，与其让一个不熟悉的人进你家大门，还不如让我进呢，怎么样？商量商量，平儿拉着金夏的手，蛊惑道，绝对不可能。金夏使劲拨开平儿的手，我家大人不会纳妾，绝对没得商量，而且你矜持一些好不好，哪有你这样的。平儿翻了个白眼，有些失望，矜持能当饭吃吗？你既然不让我进府，那你答应我的事情你可不能忘了。金夏再一次的被平儿的性子打败了，不过他这样直来直去的性格倒让金夏刮目相看，总好过暗戳戳的去诱惑他家大人。淼淼看着两个人你来我往颇为有趣，这简直就像两个争糖吃的小孩子。其实平儿的心思他隐隐约约也有些察觉，只不过见平儿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便没有多嘴。淼淼也想看一看平儿的性子到底如何，怎么说也是金夏救了平儿，若是平儿背地里去勾搭陆毅，那岂不是恩将仇报。不过现在看来平儿做事情正大光明，也不枉金夏救了他一回。我答应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到，不过不是桃牌姑娘，也不是给人做妾，而是让你当老鸨，怎么样？平儿被惊吓的话说得一愣，反应过来之后瞪大了眼睛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当老鸨？对啊，惊吓有这个想法不是心血来潮。京城的潇湘阁虽说是京城第一的妓馆，但是走了红豆姑娘便少了很多老客，他回京城便想个法子买过来，反正要银子他家大人有，要人脉他家大人也有，而平儿性格当老鸨正适合，也省得他以后总打他家大人的主意。更何况大人在锦衣卫做事情，要是将京城最大的青楼拢在手里，那作用肯定意想不到。平儿坐不住了，站起来在地上走来走去，不大一会儿过来抓着金夏的胳膊，你说的是真的，我还会骗你不成？回京城我就帮你办这件事情，夏夜我罩着你。金夏又看着淼淼，你要不要入股啊？据说这一行很赚钱，那也算我一个吧。淼淼插了进来，虽然不知道皇上会怎么安置我，但我手里总得有些进项。然后在陆毅不知道的时候，三个女人决定垄断京城最大的妓馆，等到陆毅之后某天知道他的夫人背着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早就迟了。除了陆毅在行动，徐元玉也没闲着，他知道何荣怀孕之后一直很沉默，沉默到何荣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态度。长公主启程前一夜，何荣想回公主府待着，徐元玉将他拦在房内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去？
何荣怒道：“